都是5分钟，那为啥我排10分钟呢？是我的加速器的问题吗？没事儿，哎，我来了。哎，他换了个积木，可以。这把是什么？放在其中的一子将其非独特羁绊贡献到你的阵容中，如同该一子登场的一样，什么意思？那我放谁呀？明白了。艾欧尼亚。鳄鱼，哇，好大！对冲基金，交给运气。对冲基金是什么？别管了，直接拿吧。放格斗家吧，不，放萨米拉。利息上限改成10，哦。那咋这么卡啊？那个。不行，这艾欧尼亚有点垃圾。换！来，不行，大虫子这个，我直接四格斗。然后我们放个啥在顶上呢？苏瑞玛虚空，这也没啥放的呀。好，全品。放虚空没东西啊。全卖了，吃利息。全卖了，没法全卖呀。好，两级鳄鱼哟，直接升无敌了，兄弟们。OK，无敌了，无敌了，无敌了。
草丛放乌鸦。好像没用。哎，卡利息了，不合适啊，扔了吧。感谢 Q 顾生的水晶飞机，谢谢。卡利息了，不行，这人不会是恶魔契约吧？哇，恶魔契约打不过我，真是个弟弟。我们要个啥呢？给大虫子来点装备吧，先。大虫子1块钱。看看肌肉。我只有一条性命可以献给艾欧尼亚，却不能随意。都没用啊，都放不上，都啥用没有，扔了。虚空弹放前面开局能控一下啊，早说呀。放这儿行吗？方法师，哇，放发条。没用，现在谁也打不过我，我直接无敌。把他前排老右了。为什么不能给一张大虫子？兄弟们，我想第一张大虫子，行不行？跟我说不急，很急啊。很急啊。我小弟一下，好吧。没卡利息。没卡利息，我小弟了一下。
我希望来一个那个虚空转职。在接下来四个回合开始时都会获得五金币。哎，我这个刷新是无限刷的是吗？不是，我把这两个给刷了不就完了吗？那就拿这个吧。经济起飞。那他选的那个塔姆，他肯定给这个三个海克斯，那肯这是百分之百给的，这一定会给这个。而不给装的是不是会输啊？16，差不了太多了。87块，司令苏瑞玛，发条扔了吧。我好想要一个两星大虫子，这把肯定赢，所以我们直接卖。杀，卡杀可以要啊。卡杀没有，那我们拿一个冰女。哎，我没用地，可以啊。大虫子来个龙爪给他，行吗？不是，这要攒到啥天儿啊？这要攒多少钱呢？都能卖呀，100就可以，我能200块钱有利息没？最多100，明白了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他们是由什么组成。
级了吗？最多好像就一百，最多一百。草丛里边放人啊！哦，好，我忘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完了，还是扔了。完了，兄弟们，开始谁也打不过了，怎么办？我们有钱。放一个术士呀，司令是什么呢？没用。这也没用啊，省了吧。上六虚空吗？上不了，也上不了，那就放这个。差一个，召唤峡谷先锋。那不如上个狗头人呢？卡莎不得要个法爆啊？先来一个，卡莎得要个法爆吧？青龙刀，青龙刀不如来手科技枪，是不是？谁也打不过，你别急呀、啊！你别急呀、啊！你急什么呢？我都不急，你急啥呀？找一个鳄鱼，五十二滴血，这找着呢，不急呀、啊。我看看这是什么，十六金币，四回合后再次获得十六金币，行。我觉得卡莎得给科技强，法爆科技强的给。你好啊，英字连败。拉酒，我们开地。现在小弟一下，小弟一个卡莎。
坏了，兄弟们，没有。一张就行，好，有了，可以接受啊。这个也扔了，这个也扔了，这个拿一个，好，可以。再引一波上九了，没事啊，再来一波不就完了吗？鳄鱼拉一个，法爆科技枪都有。不对，科技枪要大棒，没有大棒的话，没有大棒拿一个攻速。阿尔卑斯有没有都可以，六虚空补一个塞纳，这个扔三格斗能上四格斗吗？看来是能啊，那这个扔了。龙刀给了吧，牙骨先锋，又是三格斗了呢。塞纳不上了，没用是吧？塞纳留着。好，升无敌了。蚂蚱放草里呀、啊？啊，拿了好刀，早说呀！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人为什么打不死？卡 bug 了。啥意思啊这是？哎呦哎呦哎呦啊，好多钱钱，直接拉下边来拉吧，拉完怎么的开地呀、啊、兄弟们，正好羊刀反甲嘛，我是暗夜，你的神惧怕我，留钱干什么？这么的吧，兄弟们，我们再等一波。我觉得这个钱啊，第三星五费递不出来，90块钱不够递的。我们再等一等。
钱肯定是不够，再不地没牌了，不能吧？哪有那么快呀？看他们都啥呀？德玛西亚，哎，找着呢，找着，他们连五费都没有呢。哦，他开地，那我地吧。阿尔卑斯，阿尔卑斯，换个卡萨丁。阿尔卑斯居然是五块钱，我操！换一个，这个瞎了。把这个卖了，随便上一个。哎，他是格斗家是吧？那我换一个狐狸，换个流浪法师。虚空已经被吃了。你看，我就说这钱不够用吗？你不信我？我将杀掉你们所有。我就说这钱不够用的。这点钱第三星五费肯定不够地，非得着急地，那哪有那么，哎呀，哪有那钱呢？没钱呢，钱不够啊。流浪不要，扔了呗。卡莎你卖了，是卡莎我卖了，我就卡莎删了没意义，所以我就直接给他扔了，没问题吧？我差一块钱利息怎么办？扔个狐狸，扔了。拿个赛恩，这把我们赛恩比较多，赛恩是四张，好，赛恩被拿走了，那还是拿个狐狸吧，那狐狸就不应该卖的，有点烦。拿个贵的，谢谢蓝亮汉嘴硬的口才，谢谢。这嘴硬口才的两个迎春飞君，别急，现在啊，别急，攒钱，明白吗？攒钱，现在别急，千万别急。这些钱肯定是不够地，至少得个150块钱能够地，你知道吧？先等一等，再等两波吧，差不多。狐狸两张，狐狸两张扔了吧。给他踹飞了，赛恩不有僵尸吗？僵尸来，僵尸德玛西亚有点垃圾，德玛西亚都是四星怪加光明装备，不太行事啊。德玛西亚，他和塞纳能触发鬼书吗？不能。那谁让我给塞纳的？哎呀，算这么地儿吧。那你给谁呀？给鱿鱼啊？这么地儿吧。牌都要没了，
为啥牌都要没了呀？那外面赛人我看一张也没有，为啥牌就没了呢？你怎么的牌就要没了呢？啊，有外面赛人有三张，那我把他杀了，赛人不就没了吗？关键你这些钱才递不出来呀！坏了，这小子有点狠，这小子全是五费的。狐狸好递，外面好像确实是没有狐狸，那我们就递狐狸。不行，我们就递狐狸可以。把这个卖了，把这个也卖了，把这个也卖，把这个也卖了，这些给赛恩。100块钱第一个卖，飓风已经入侵了。这个不要了啊，外面有，我递不出来三星，我们不递了啊。不要了，这个黑哥弄不出来。狐狸。把卡莎卖了，黑哥差一张了，黑哥外面有两张，得有装，得有英雄复制器才行。光有钱没用，再排一把。